好，再来要看到的是来自台中的九天哈雷车队，3年前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发起了带三太子环岛参拜的祈福活动，载着三太子全台跑透透，就是要为台湾人民祈福。鞭炮声不绝于耳，一辆辆重机奇迹宜兰壮围乡保安宫。仔细看，其中几辆还载着三太子神像，他们是来自台中的九天哈雷车队，正带着三太子环台一圈，为台湾祈福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九天哈雷车队3年前因为疫情肆虐，开启了环岛之旅，载着三太子环台参拜，今年也不例外。12辆重机，5尊三太子跑遍全台10座宫庙，希望能消灾解厄，带来好运。疫情肆虐，对不对？这个许团长的号召，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祈福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参加环岛的三太子数量一年比一年多，而且今年的5尊神像中，还有曾经参加过撒哈拉马拉松的三太子，也吸引不少民众上前拍照。进香团也慢慢的没落，那刚好拜拜也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活动，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变成就是一个哈雷中年大叔进香团，这样蛮嗨的，而且。哇，沿路都人家一直在拍照，用中机载着三太子全台跑透透，成为另类进香团。车队也希望未来再扩大规模，继续为国人祈福。记者李科燕，宜兰报道。